娱乐圈中，女星李小冉拍了很多吻戏，都是非常的性感迷人，当中的魅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然而李小冉这么多吻戏中，与钟汉良的吻戏最具性感，两人最初合作的那段吻戏至今都还被网友津津乐道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而近段时间，两个吻戏大佬又再次合作，并献上了一段新的吻戏片段，不少网友表示又是一段吻戏教科书级别的片段。如果吻戏有分段位的话，钟汉良李小冉这对绝对是妥妥的王者级别啊。你是谁？